天康熙来了，开始就由黄立行为你表演包青天。对，为什么黄立行要表演包青天呢？是，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包青天要教你摇滚复运哦。嘿嘿嘿，你有手吗？你手可以有哎。就结束了。黄立行可以表演菜头吗？没有，真的假的？其实没有问题。还带有菜头的感觉啊！我会被撞到地上，一大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一大太强不晃，会被。好了，可以回来了。是，对不起，今天主角不是你。好，没有关系。但是我哥哥说我表现的还不错，真的真的还不错。好，我们今天邀请了几位偶像呢，躲在我们的板子后面。听说他们第一次要跟人家见面的方式是展露他们身材的某一个部分，然后让现场的几位小女生看看说这样的身材是不是能够当偶像哈。那今天有十位妹妹，我们欢迎她们。哈，你们好，欢迎。后面第二排的妹妹们方便站起来我看一下吗？中间黑色洋装那一位还蛮抢眼的吧。是，你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啊我是选美皇后，代替台湾出国选美的嘉宾。就觉得她脸上写了选美小姐四个字，很准的选美的人，就是会露八颗牙那一种。就你的姿态什么都感觉是好像在参加选美啊。谢谢师姐。所以机智问答也是你的强项吗？算吧。所以你对环保有什么想法？对环保就是我觉得做垃圾分类叉叉点点点点叉叉。这个真的好机智哦。有太机智，有职业倦怠症。职业倦怠。欢迎五位，请坐。前面我可以站起来好不好？小百合的服装是在哪里购买的？从沙发上面拿下来的。没有哎，这是网购。对。所以是在泳衣区还是在成衣区？没有，它是那种辣妹时尚的，就是那个区域就可以看到。对。说实在，你长得还蛮像良家妇女的耶。哦，对啊，大家都这样讲。她五官比较是那种生活化的样子，所以你觉得她穿那个不搭，是不是？不是，你不是应该买这种衣服的人。对，反差比较大。是为了我们节目而穿的吗？不是，因为有时候工作会需要这样的衣服。你的工作是？就有时候会跳舞。OK， 好，也欢迎你们五位，请坐。欢迎。他们十位呢，就要来代表一般的年轻小妹妹来看偶像们的身材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期望哈。那现场我们已经有一个团体在了，三角裤，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他们刚刚有一位的才华，我很惊讶哎，那个小崔先生是作词家。是。小崔，你写过最有名的歌是？最有名的歌有张惠妹的吗？张惠妹的《无所谓》。然后王力宏的《爱错放开你的心》，盖世英雄，盖世英雄很红哎。还有蔡依林的《日不落》跟方大同三人游，《日不落》也是你写的哇，就反差比较大一点了。你在幕后就很好啦。你要椅子现在转过去背对我吗？不是，因为在不是在幕后已经备受尊敬，然后万一出来当艺人不受欢迎，不就是会地位会变低吗？不会，因为唱自己的作品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情。是，对。OK， 好，三角裤来是因为当然今天跟他们有关系的偶像们来了哈。好，那这位。Stanley 黄立行，对，我要咬你才知道我是黄立行的。因为你穿的其实不是黄立行，你穿的是比较黄立成的感觉。真的，我这个 style 是学我哥哥的。要不要做 spa？ 康哥你来啊，免费给你。我们要麻烦你哈，现在第一位偶像是不是已经站在后面了？没有错，已经在后面了。好，那我们有几个部位可以看，先看小腿。小腿怎么送他？小腿的部分好，先看小腿。不是你的小腿，不是，是大的。小腿会不会太白啊？皮肤你可以再靠近洞洞一点吗？靠近洞洞。哦，真的。太白。觉得太白的举手。九个觉得太白。而且我觉得毛量不够。不够。是不够均匀，对不对？就是说有点稀疏的样子。就是远看还蛮像女人的腿，要很近看，看到有稀疏的毛才会发现，哎，是男腿。OK， 好，小腿好了。OK， 小腿。接下来我看一下大腿好吗？大腿。
大腿一样拉起来吗？大腿再拉不是拉不动，是很一般的大腿吧？非常一般。好，接下来看手背好吗？手背，手背，哦。有任何东西吗？你那是腋下哎。哎呦，怎么样？怎么样？很勉强，大概跟我差不多大吧。这样不算有肌肉，对不对？没有肌肉。好，那个眼睛的部位就眼睛的部位啊，对准了吗？对准了，可以。你看，这算有眼睛吗？电眼，他眼睛还蛮好认的耶。为什么跟你很像？真的，因为我们是 you know brother and brother。最后看一下那个腹部吧。腹部，要不要再压个几下？肌肉。OK。Muscle。好上班族哦。他已经没有办法展现肌肉，对不对？只能有 T 恤而已。可以拉起来吗？还是？这样有没有？可是起码没有胖就对了，不胖對算是还不错。好，我们欢迎他出场。Go！ 是大哥来了。我每次来都想要沈娇姑。我知道你超喜欢他们两个的。当然。现在是兄弟对谈吗？真的，他常常跟我讲，他超喜欢你们两个。好，反正 anyway， 恭喜他开 SPA 了。恭喜。下一位也是偶像哈。Yeah。好，我们先看，我们看大腿好，看大腿，你看一下，大腿长这样，正常。好，看小腿好。OK， 小腿，小腿应该可以拉起来。有看到肉吗？好像是有在跑步的腿。那是什么？有肌肉的感觉。那是一块肌肉哎，好不合理哦。那是膝盖吗？不是，那是小腿，小腿肚，小腿肚。那是小腿肚吗？小腿肚，怎么会有人练那一块？对对对，就是除非是很。为什么？应该是有在跑步吧。好配。这是大腿吗？举得太高了。哦，他穿西装，所以他只能露出这个胸子。可以脱吗？好，来。他还有变音，他自动变身。手背来喽。你可以挤肌肉吗？用力。挤肌肉。再挤了，你要把他逼死啊！这哪有挤啊？还有啊，你没，你从洞里面看他多用力，他快死掉了。好 OK， 我们要看眼睛咯，看眼睛，大家注意了，眼睛出来了，哇，好特别哦， focus 很集中哎，我没有料到他只露眼睛就长这样哎，真的很惊人啊，看起来好老实哦，因为刚老实说，刚才那个黄立成的眼睛都还比他的有一点那杀伤力，他这还蛮像牛头梗还是什么，对，有一种无辜的样子，可爱，这是明星吗？好，眼睛好。接下来是这位偶像很出色的部分，是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出色的部分到底长怎么样。这个可以看一下里面吗？好吧，加油。你有在健身吗？有，没健。你是在练哪里？我的小腿。刚才这位在后面的他的身材比起 Jeff 大哥来讲比较喜欢 Jeff 的举手好吗？全部哎，因为他至少就是小紧实啊，对，不要是那种大型松软的吧，我觉得他出来前让他唱一句歌也许会加一点分，来你唱一句吧。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是谁的眼泪模糊了画面？好，我欢迎他出场了。欢迎，恭喜你又出专辑了。我出新专辑讲好久，可是我今天没有 CD。可以摆一下这个表情给我们看吗？可以啊。这次又是什么事啊？所以你当时真的有在听音乐吗？我在听音乐啊，可是就没有插那个 scenery。我就是音乐。请问你，你刚才露肚子的时候，你有不高兴吗？也还好了，没关系。我觉得滋润就好啊。
自然就好，自然，我以为自然好，自然就好，对啊。哎，可是你们男生的腹肌照理说是非常好练起来耶，哪有？你们只要做十下俯卧挺身、十下仰卧起坐，就肌肉隆起了。那我试试看啊 ，OK， 也不行啊。这三角裤这边有谁可以让 S 觉得比较厉害的吗？都可以的，受罪。收罪，对，收罪。我本来要说随便三个都可以的，结果现在他们都堕落了吗？都堕落了，你怎么这么害羞啊？来，受罪，你让 S 看一下腹肌。有，其实有，你有吗？有啦，有过去，有过去的回忆在，就是还有型，可是感觉他的皮已经渐渐要强调这个风头。是最近，就是颓废一些，没发片。知道，所以就不會没发片就不练。可是你的形状还在，你拼一下就会回来。当屁，你不要害我。当屁的可以吗？小崔的都比我好。小崔面相不像有肌肉。当屁你看起来像有肌肉的人。我只有上面，你是 dance show 啊，代表 dance show。我肚子不行。我要当屁 ，dance show。你就给他们看啊，比九折的好一点。我觉得我比较好，竟然没有了。每天练跳舞也是这样子，所以不好练的。哎，你们是 hip hop 团体，可以这样吗？ hip hop 不用露腰，我们又不用穿小可爱。你们跳地板动作不露腰会露出来吗？而且你们不是都穿白背心吗？跳 dancer 跟 b boy 不一样， b boy 很壮很结实。一直主持人，我很惊讶哎，就是他们现在过很舒适的日子，是不是？大家都30岁以上了，所以不要拼了，是不是？欢迎李九哥，请坐。谢谢谢谢。我们要跟妹妹们讲，就是不会日子都这么难过，重头戏在后面。来了，肌肉，现在有开心的事情来了。好，我们先从小腿来，先看小腿，可以看的。OK， 慢慢来，小腿。所以这个毛发你就觉得 OK 吗？这个我觉得小腿还没有很明显可以看出它诱人之处。是，好，来试试看大腿喽。大腿。哦，大腿，哇，大腿好细哦。喂喂喂喂！哇，这个实在是太细了啦，太细。好，来手背，手背，手背，手背。好，手背哦，好了吗？好好的，手背。这是可以再下来一点吗？OK， 有袖子所以看不出线条。好， okay. 眼睛，好眼睛，我们看一下眼睛。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假的？他眼睛长这样，这个很难哎。对啊，这个很难。怎么做到的、啊？这个这个不容易。算了，我看他要抽筋了。好 ，OK， 好，最后啊，腹肌啊 ，OK， 这种东西，我们看一下腹肌。耶。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偏心啊你 ，CD 兰，没有，因为你知道他迷人之处，迷人之处。他虽然是有衣服盖住，可是你有没有看出他这边一个男生好看的地方？是他这边有一个滑的，你知道？那他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把手 ？I love handle. 他 love handle 比较少，可是因为他这边非常硬，所以也是很迷人。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里面吗？哎呀，不要害羞了。哎，小心！这什么啊？哎哎，猫大哥开 SPA， 并且来自刘荣家。哎，你为什么开了 SPA 馆，然后还要请已经分手的女朋友当代言人呢？是要跟他说你没有忘记他吗？这个很难讲。当然有机会要给自己，要付他代言费吗？代言费吧，但就可能利润。就是以前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会帮你留个压还是什么的。OK， 会帮我弄那个气功。好，他来也可以帮你们拍一下。他有帮我拍过的。好呀，有效吗？完全没有。好，我欢迎偶像出场。全身上下反而比较突出的应该是他胸肌那一块。那你的意思是？对，看你是要这样拉还是要这样拉。谢谢大家，我先坐一下。哦，他背肌很漂亮，你有没有看他那个有翅膀？哦，你背对我，背对镜头好吗？请你解说一下是什么。就是男人好看的地方，就是也是他这边有一种拱的感觉，然后拱的时候这边会有两块肌肉。OK， 我有一样的拱啊，小 S 姐。
我有一样的弓。你有那个吗？你有翅膀吗？有，等一下。Yeah。你这就是妈妈背啊。你没有翅膀哎。有啊，再看一次，清楚。啊，清楚。就是很肉啊。好像 Jeff 还是吴建豪比大家都有勤劳的锻炼肌肉。对，来，他都应该是每天有在练。耶、yeah. ，所以是什么压力会需要这样？就是随时要保持。什么压力？没有啊，这是发泄的一个方式。发泄啊？哦，因为本来是不能跟女生发生太亲密的事。你说另外三个人就一直在发生吗？应该是没有在控制吧。那你觉得李玖哲呢？性质不一样。因为李玖哲现在有固定的对象了，可能已经腻了吧。No， 没有、哦、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腻吧？还是像马倩吗？不是了吗？我在等什么？不是了吗？你已经换人了？没有不，哎呦，你们讲话太厉害了，我没办法跟你们比。可是谁要跟你比啊？不是你在那边讲，这是一个秀。对，可是哎呦，突然很热啊，然后就跟大家。我 OK 了，是不是 Jeff 老板不准你在谈上马车？啊，不会不会，因为他看到十个美女，他想要单身的感觉，也 no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我的，你的餐厅还在吗？还在啊。老板娘还是他吗？啊，当然还是他。所以老板是不管艺人的那个。会啊会啊。所以三角裤就不需要管，他就本来就很认真的。那三角裤可以乱把女生带回家吗？从夜店？当然不可以。如果他们等一下录完这一集就跑去找这十个妹妹要电话，可以吗？哦，当然可以。所以是可以先做朋友，但是不能随便带回家。对，他们三个人当中谁最会要电话？应该是当屁啊。你是不是号称两句就可以要到电话？因为我看起来比较没有杀伤力。你看起来没有杀伤力吗？没有了，他三个里面，我觉得他看起来最有杀伤力。对对，他，但是他有很多招。我要看。当屁说，十个妹妹里面，你第一眼会看到谁？他刚才已经看到小百合了，刚才没有开始录影的时候，我看到他是就已经在。你太好预料了吧？我看到他是以为我认识他。对，但其实烂招，烂招，就是这一招。等一下，台词不会是说我们在哪里见过吧？不是，因为他真的长得像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小百合来见。然后，当屁当屁，对，当屁过去要电话，两句哦。哎，你是大哥的朋友对不对？通常这一句出来，你这是时下 hip hop 的人该有的态度吗？这一招真的很有用，因为大哥认识很多女生，假装认识，对不对？对对对，因为我如果用这一招的话，他就会知道，通常好正常。小百合，如果对方这样讲，你会回答什么？我会说我不是。哎，可是我好像见过你在大哥的包厢哦，你是 Vanessa 的朋友？也不是。不是吗？可是你好眼熟，把大哥跟 Vanessa 都抖出来，你这样根本就很下流啊！你要不要把黄立行也抖出来算了？所以如果这个女生就是关于认不认识谁这一招已经没有用了，她刚刚已经说了她也不是 Vanessa 的朋友，那怎么办？我会说啊，你好，我可能认错，我叫当屁。你好你好。哦，这样就成了，对不对？哦，所以可以说要不要到我包厢来坐一下吗？不会说这一句。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她说她不认识大哥，不认识 Vanessa， 然后我再继续撸她的话，她一定会有反感。那当你说你是当屁，对方会接着说对啊，我知道你是谁，还是说对方通常会表现不认识你？通常都不会讲，通常都不认识。对，通常就握个手的，然后我就会不见了，然后再等一下，再突然不小心看到他，再继续聊。所以你是躲在阴暗的角落一直观察他？不是，我会去做自己的事情，爬到天花板对不对？倒挂。通常你要再过一下子再去跟他再捶一掌，捶一掌下来，对，倒闭，好巧啊！好，百合请坐，当面。这十个妹妹看过去，谁看起来是最难要到电话的 ？I don't know， 不知道。都没问题。No， 都很难。你现在这方面还强吗？不强，不强。你已经不出去玩了吗？对。抱歉。你刚有人打喷嚏吗？因为自己开夜店了，你就不用出去玩了，就整天在自己夜店玩吧。对对，我都常常去。Vanessa 她都在自己的店里玩，还是去人家的店里玩？自己的店里玩吗？在自己店里玩，那他现在还会
一直讲话逗女生开心吗？他都会逗男生开心啊，他讲话就很厉害啊，就是开心。他不用逗人，他一讲话就很好笑，对啊，就很好笑，对，不用刻意逗。哎，你为什么开了 SPA 馆，然后还要请已经分手的女朋友当代言人呢？是要跟他说你没有忘记他吗？这个很难讲吧？不是，你为什么不找？因为很复杂吧？试试看啊，来，很复杂。没关系，我们还有40分钟让你讲。当然有机会要给自己人。他不是自己人吗？那不是，为什么不是？他跟你已经分手了耶。分手就不是最后的那一天。My God，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那这样你也可以找前女友来当代言人啊，因为这样你们也是自己人啊。是谁？谁？我只是打个比方啦。OK， 那要付他代言费吗？那不是代言费吧，但是就可能顾问嘛，算。所以是要给他薪水吗？就那也不算薪水，就是有、那個、你要请他当顾问哦，所以你们两个以后会常常碰到。还好吧。所以是因为不请他当顾问，他就不理你吗？你是用当顾问来找机会跟他碰面，对不对？没有啦，你们乱猜、啊。那他有帮你做过 SPA 吗？没有啦，他不是进去按摩的人。不是，因为他很喜欢。可是你要问什么听不懂？就是以前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会帮你油个压还是什么的、啊。OK， 会帮我弄那个气功调气。哦，我没有见识过那个打的那个，是不是？说把那个热气散出去啊，什么那些。但是你他来，你可以帮你们拍一下。他有帮我们拍过了。好呀，有效吗？完全没有。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大家猜的，你要把他追回来吗？啊。要追回来也不用这种手段了。可是这一招，我觉得女生就会觉得很有心哎。真的吗？嗯，起码有一次见面的借口啊。反正叫做我们等着瞧就是了，是不是？听说他当初为了要帮李玖哲出唱片，他有去带李玖哲去一家一家唱片公司都被拒绝。你是带李玖哲本人去被拒绝，还是你是带他的音乐去？你有跟我一起去吗？没有，没有，他没有跟我一起。你就把照片，我带照片，没有带照片的，我带音乐。那你自己当初签他的时候是谁推荐给你的？其实他还没有签给我的时候，他是签给我的好朋友、哦、然后在韩国有做一些音乐，对，然后但是在韩国算不成功。然后不是不成功啊，那个老板不见了。哦，对，老板把那个 他偷着那个宣传的钱，宣传钱去开一个韩国餐厅，然后就不见了，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所以就请你帮忙。其实我跟他聊是做幕后，他自己跑到幕前来。我刚才说你拦不住，说哎不要去不要去，门锁不住。我刚才说你应该写歌啊，帮人家制作歌啊什么的啊。然后他跟我说我还想唱歌，然后我说哦好可以。不，你要去减肥。所以你后来你签他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他会有今天的成绩。没有没有吧？那是不是有一阵子你们 Margie 拍照都没有李玖哲在里面？有，好像有。好像为什么？因为宣传还是公司觉得他不可能不符合这个照片里面形象。你说大家一起拍照的时候，把他放进去会不好？是不是？对，大家都很。壮还是有，就是有一个、他们自己以为的形象，有一个外形啊、那后来你怎么发现这件事？是李玖哲来跟你哭吗？没有没有，就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完全不懂中文啊。然后就每次他们在拍照的时候，那个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哎，玖哲，lunchbox 有就有便当啊。”我很开心啊，我就去就开始去啊，用吃的东西把你过来，然后我就过来，再远一点。相当不正死耗的李玖哲减肥之路好坎坷。叫他减肥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去餐厅被你抓到？很惨。所以我想买小笼包带回家吃比较安全。后来我去那个店的门口那个服务员说：“哎，玖哲，过来，小伙子。”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 VIP 包厢，后来他开门是他跟他们都在吃饭，然后他很生气你在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关掉。刚知道一件惊人的事情，什么？
确实黄立成曾经看中过陈汉典啊。真的吗？真的真的，那是在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你当时在干嘛？在成果展。你已经是有名气的吗？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好玩，喜欢跳舞嘛，然后就参加那个。你在展示成果？有啊，刚才这个有啊，这个。你有成果吗？多了。所以展示后，结果 Margie 就黄立成就看到，他好像有去问那个老师嘛，你看中什么啊？问小韩还是？就在台上，我觉得他是最亮的。表现最好的，真的吗？嗯，然后找我。你是看他哪里？你是看他哪里？跟我们讲一下。那是什么工作？跳的最好，真的。嗯，可能我跟跳舞的老师，他们的老师就是小韩 ，Popcorn 的 Popcorn， 我是好兄弟，我就说，小韩，那个弟弟最厉害，然后介绍一下，有介绍，我跟我稍微聊一下。那干嘛后来不签？没有聊过天之后，发现他太无聊了。哎，我们来谈一下，老师。你好，你有什么梦想？哎，没有。真的来讲，就是说我也没有一个通路还是平台给他。后来帮李玖哲出片，真的是去跟银行借钱吗？呀，那银行，你有给银行看他照片？因为很多金主说，我出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到最后钱没拿出来。为什么不拿出来？哦，去争之前都是这样。所以李玖哲当时听到 Jeff 有告诉你，他为你去跟银行借钱吗？他没有，他完全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聊完天，他跟我说，没办法，我已经去了每个唱片公司，然后给他们听你的 demo， 他们都不想帮你发专辑，然后我就很伤心啊，已经啊，算了吧，应该回去美国，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跟我说，你赶快准备你的音乐，好好写歌什么的，然后。OK， 可是谁要发他也不会跟我说。后来是经纪人跟我说，你努力一点，你赶快减肥啊，赶快学中文啊什么的。然后就突然我说 Why？ What's the point？ 没有人会帮我发，算了吧。然后他说大哥去银行借钱啊，然后我就，真的他不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偷哭了，因为人家。那种的，我的头脑里面是一直看大哥走路一个人很难过去银行啊，然后说可不可以给我，好也不是一两百万的，就是一大笔钱，然后 OK， 然后就不止一两百万啊，发片很贵，是吗？我还好，可是大哥他现在有赚回来了吧？算是的，算是。所以这个投资成功了耶。Sure， 你叫他减肥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去餐厅被你抓到？常常，也没有常常吧，一次而已吧。OK， 那个小笼包店是在威风的下面。对。然后我就去走路，然后我就真的很饿，很饿，也不想再减肥，可是一定要的，可是很饿，所以我想买小笼包带回家吃比较安全。对。所以说 OK， 那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两笼小笼包，然后空心菜，然后就再加一个炒饭什么的。会背，对，因为最喜欢的，因为我几家餐厅的菜单。我上次去过，后来我去那个店的门口那个服务员过，就是过来小胖子 ，come， 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 VIP 包厢，我说。哇，好酷哦！就点菜还给我坐在 VIP 包厢里面，就跟那个服务员走。后来他开门是他跟他们都在吃饭，然后他很生气，你在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广碟。你在餐厅里面广碟？是啊。然后他说 OK， 那你已经来了，就看我们吃饭吧。后来那个服务员带了那个我订的菜，纠正你的菜到了。我说我傻眼，我一直给那个服务员暗示啊。然后为什么菜啊？给你们吃的，给你们吃的。然后后来就给他们吃，我就回家。所以是你们全部的人都那么怕他吗？那么怕 Jeff 吗？我不会啊。可是我觉得他的。严格对我是有道理的 ，you know， 如果我是股东或是我如果我是老板的话，那个
压力很大，我觉得。Vanessa 有好跟不好了，其实后来他上次我们那时候在的时候，我看到他很可怜，那所以之后有几次就是我打开，哎 ，Nicky 你在干嘛？对，哦，没有没有，哎，你要去吃东西？真的吗？有。你这样很不够意思耶，他叫他减肥，你带他去吃东西。他已经知道那时候，我知道他就是很努力在瘦嘛，所以他已经瘦很多。那至少你还是要有一天的放轻松嘛。啊，那我就直接说好，那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也很想吃，我们进去吃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走路要去那个一个汉堡店吃汉堡。汉堡店对。可是刚好经过一个披萨店，我说哎，那个我也想吃披萨。我也想，那我们就买了，我们就点了一个披萨，然后就分一半，然后再去那个汉堡店，然后再吃汉堡。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谢谢 Vanessa，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今天不在，我饿死了。谢谢。哎，对，那一餐，那一餐会变你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餐呢。对啊，对啊，永远记得的一餐。我永远记得那个，我也永远记得。你有为了九折，然后去跟人家低声下气吗？说拜托。有啊，很多吧。哇，也有跟人家吵起来，为什么啊？人家不出就算，你跟人家吵。比如说节目啊，就听说是我跟九哲要上，但是谁不上啊就不想录，因为你们不够好，就不要你们，我就会吵架。所以你跟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吵过架吗？也不会吵，就是会当然不是发脾气，就是会讲。还好我们这集有录。很棒，这集很棒。还好 Vanessa 来，我们才可以录。没有 Vanessa， 我们不能录。外人东皮也很棒啊。老板员工开独唱歌，命运大不同。I don't nothing at all。 可是我不懂哎，因为像他已经那么会唱了，可是你还会教他唱歌？都快歌了，都是他的快歌的歌。Jeff， 刚那个歌你给我唱一句会有什么味道？好难听哦！我要听你唱歌。好，我唱吻别。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已经忘了你唱歌这么惊人呢。他在那个微博上还登了一条啊，他说最近有那个电影找他演黑道大哥，他说他很为难啊，根本跟他的型不合。然后那个照片就是坐在那边，你太谦虚了吧。然后大家都留言说 Yeah right。 Sure， 你聊生定做的角色吗？真的有人叫你演大哥吗？有，我不知道会不会后面会不会演，但是最少有聊一下了。 OK， 然后你有真的揍过三角裤里的谁吗？因为他迟到或者是喝醉。轻轻揍啊，有了。是锤。轻轻揍。是谁？轻轻揍。是谁被你揍？那时候算爱揍。受罪了。他最生气的一次是什么事？最生气一次是我们好像有早上六点的通告，然后是那种台北市政府前面万人晨跑的活动，很健康的活动。可是马英九有来吗？对，马英九中队有来。对，我去夜店，然后可是叫嘻哈去早上六点晨跑，对，不合理，这也太过分了吧？你干嘛嘞？所以当时你起不来吗？我想说就是先不要睡，因为六点，我想说撑一下。你去哪里了？撑过去，去夜店去喝了酒。你不知道第二天六点有通告吗？你想说喝到早上？想说喝到早上直接去晨跑？你以为他专业哦？你以为他专业哦？他知道有通告啊，他又喝得很开心，明天要录影。所以结果有没有喝？结果嘞？昨天他骗我。怎样？他在我们办公室，然后说：“哎，明天要看录看。”他跟他朋友讲话嘛，明天要录看起来。我今天不过去喝酒了。昨天又去喝？有没有去？昨天没有，昨天真的没有去，真的没有去。我就以为他演戏给我看的，所以你现在有学乖了。那当时是真的没有起床吗？就是全公司人都在保姆车上面，在我家楼下等我，包括 Jeff 吗？包括 Jeff。可是这不是最惨，最惨是后来有人访问，就是主持人访问我。你去跑步还有人访问你？因为我们刚刚上台之前表演之前，他说：“哎，对这个活动有什么感想？”好像是娇娇哥吧？对啊，就是问我说：“哎，这次活动这么健康，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感言什么？”我记得我好像是说了，我觉得大家都好健康，我现在宿醉超严重之类的。对，就是我觉得这答案不错啊，很感人啊。对，我就对我当下的直接反应，我就想要这样说，我觉得很感人，宿醉还来晨跑，很感人啊。后来就整个这是一个引爆点，把 Jeff 整个人
对啊，所以他后来怎样？后来上了车以后，反正我是坐到最后面，记得他是坐在最前面，他就直接二话不说站起来，直接找后面。揍你哪里？好像没有打脸啦，我有遮，就是全身这样。我知道他演艺圈的不能打脸。靠脸吃饭，电话簿然后拿榔头打嘛。可是受罪他那个力道是真实的要打你吗？其实就不要看他这样子，他真的打人非常，他力量超大，厉害，轻轻，他真的超级无敌痛。我们贝利，你可不可以用你真的力气打一下他看看？不要。我是反暴力的，真的，那个很久以前是的，很久以前我已经改了。如果他嫌弃的话，不要坐他旁边，因为他会直接这样子。那是我爸爸来的，他会踹吗？你有被他踹过？也没有了，就被你被揍过。你是因为什么事被揍？啊，莫名其妙。也也还好，那我也不有有有，真的是莫名其妙。你是莫名其妙。我生气别人，但他在旁边。对，所以我说改进了，我们改进。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骂，好像人家做坏事。对，我说你有看到。所以你也有份，你也有罪。你赶快去演黑道大哥吧，你。哎，所以受罪被打完之后要立刻道歉吗？还是就当时要怎么办？下午就是闭嘴，不要再讲话了。不要说大哥对不起什么。他生气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什么话都不要说。请问李玖哲现在唱片卖这么好，他上节目还会被人家拒绝吗？有啊。还是有吗？对，所以我才要陪他来。哎，请问我们康熙有对你们不礼貌过吗？有啊。这一集啊，真的吗？我们做了什么事？有不让你们上吗？没有，我们本来说来上，对，你们说，哎，要请荣家一起来上，一定要的啊！你自己是吧？都请荣家，我们不可以请荣家？当然是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没有要一起来，你们就说啊，你们都不用来。好，我们现在欢迎刘荣家。我要选，难怪让你们来上。Jeff 会被我们骗到，然后过瘾哦！哇，这超难得的，竟然骗到你。那你有打电话给荣家说拜托你上一下吗？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如果下一次只有你跟刘荣家两个人来，来不来？宣传来干嘛？讲 SPA， 来讲 SPA 的事情。啊、你说我吗？和刘荣家啊？我觉得吗？不爱。不要吗？不用不用，所以不是荣家不要，是你不要。也没有，不是的，应该你还我可以跟荣家一起来啊。我们也要看啊。你要跟向马倩聊才可以。哎，你干嘛不跟向马倩上电视啊？以后吧，以后。现在打第二首主打歌的时候，你跟他一起来。对啊，你们两个来。谁？你跟小板讲啊，你跟向马倩。我觉得如果是那个时间到了的话，有可能。你说真的确定要结婚了？也不是那种的确定，就是看我的心态是怎么样。那你现在真的在路上都不看妹妹了吗？我不看。你刚刚都没有看他们？没有。所以你不知道谁最漂亮是不是？对，不知道。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像马倩，他们十个谁比较像你喜欢的？啊，我不会看。哇，好紧。所以 Jeff， 你现在有在跟新的人交往吧？没有，没有。是不是你跟他分手之后，然后有出去交了一圈女朋友，然后发现还是荣家最好？这样子对别的妹妹不好啊？没有。所以不是这个心情。没有，他刚讲说对别的妹妹不好，所以就跑了一圈，出去面试十二个回来。面试没有面试的。所以你不是突然觉得说，哎，年纪到了，一个人在家好寂寞，然后才想说赶快把荣家追回来 ？No， 不是那么简单，你们讲的这样。好，我们下次会给你专访，你可以，但是要带刘荣家哦。告诉我到底什么事情。今天我们有机会听那个李玖哲唱一个歌哦。好，我们欢迎李玖哲。Touch you,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I know when I pull you closer, I know when I let you loose. And I know the night is fading, and I know the time's gonna fly. And I'm never gonna tell you everything I gotta tell you, but I know I gotta give it a try.
to fame. I know all the rules and then I know how to break them, and I always know the name of the gam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leave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fall. And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谢谢。哎，他一开始歌就唱这么好吗？都差不多。哇，很厉害，很好听哎。可是你有没有跟李玖哲讲过，你当初做音乐就是因为你觉得韩国人太嚣张？他应该也知道这种事吧？所以当时谁惹到你？是旁边的很多朋友，在 LA 的朋友。然后是韩国人。韩国人。他们说韩国人音乐比较厉害。对。可是你还是签了一个韩国人。对。所以当但是没有，他们只是那个时段常常我们会翻唱韩国的歌曲啊，他们就会就也知道我是台湾在做音乐的人，所以就会呛嘛，说哎、欸，你们都是抄我们的歌，每次你们的红的歌都是我们已经唱过，然后换你们唱，哼，很难过。然后说啊，哎，一定要再做新的华人的音乐。可是我不懂，因为像他已经那么会唱了，可是你还会教他唱歌哦。没有，那可能教他唱歌。有啊，他说在录音室你都会去指导他说这一句唱的不对要怎么唱。真的？对啊，偶尔了，他会听我录的东西，哎，这里不够 feel 了，或者这里为什么你唱这样子？然后他会就给我都快歌的，都是他的快歌的问题。你会唱慢歌吗？不会，所以我慢歌我都听一听，就是哦好。Jeff， 刚刚那个歌你如果唱一句会是什么味道？好难听哦！我要听你唱歌。唱一句。你有听过 Jeff 拿手的是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I'll make love to you， I'll make love， 这是他的拿手。好，我唱吻别，吻别，唱吻别，我唱吻别，要有感情的哦。要跟那个先跟老师对一下。没有，哦，还要跟音乐，不要更难的，不要你要清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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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唱。先雪大哥，不好意思。前尘往事成云烟，笑声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对你的一切。你的说在敷衍，你笑得也不屑，我就会爱你比的爱我是谎言。总是一闪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都不是我在唱。好像在念那个。我只要你为什么不直接唱副歌？我唱那个，唱副歌，副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我让风知晓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从小上的时候啊，是凌晨四点，跟一大堆吃惊的兄弟，所以他们都是哎，好厉害哦，好厉害。我已经忘了你唱歌这么惊人呢。真的，他这样是音乐圈的吗？因为以前他们 LA Boys 最红的时候，后来我们不是 S B 出道，然后我们就有幸跟他们用到同一个制作人王志平老师。是。然后我们就因为太爱 LA Boys， 就会打听说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对。他说就唱歌像怪物啊。刚才真的吓到我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谢谢你哦，好不好听？很值得一听，很值得。祝你的新专辑成功，谢谢，谢谢。